我们镜头来到了汉诺威6000台的露营车大会师，在欧陆，他们真的就是开着自己的露营车来参加大会师。这两台乐高，这是我自己的乐高，现在都看到一模一样。车主从台南开上，更多精彩内容，锁定晚上10点《地球黄金线》。